其他五号码嘅王者拍档咧就上翻去66蚊，另外六号码威利飞跃都上翻去81蚊啦，先就搞掂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7场3班1650，三号大热进账22蚊，7号、9号两只起飞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咧咁啊见到有只大漏闸威利飞跃添啊，大爆尾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马。咁啊，見到有外邊位置歡樂小子啊，喺入邊王者拍檔中間迎風進區啊，內欄第四係福麗啊。咁啊，再見到外邊位置咧，仲有呢只勁飛揚啊，大外檔有營養。咁啊，守住馬林中間咧，咁啊藍衫紅袖咧就係呢只進將啊。再右邊嘅馬匹啦，先見到紅心巨龍啦。咁啊，尾四位隻獅袖，後邊三隻專興啦。咁啊，萬眾期待啦。出閘脱腳嗰只咧就威利飛揚，依家上翻去個主馬群嘅包尾嘅位置啊。好啦，开始跑对面直路啦，前面带头系劲飞扬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有营养啊，再后边嘅第三欢乐小子啊拍住第四位外边迎风进区啊，咁啊再后边嘅第五位啦，内栏位置咧蓝眼罩王者拍档拍住佢外边啊，已经系蓝衫嘅进将啊，第六啊，后边嘅马啦，出边狮就走，咁啊再见到中间咧留到咧咁啊两头摆噶啦，白鼻姑只红心巨龙，尾四咧就系嗰只福利，后边三只专兴响出边。中間大面孤威利飛越內欄萬眾期待啊！好啦，過埋600，咁啊，你哋慢咧就獅就自己拱咗出嚟放啊！跟住第二位勁飛揚啊，外邊有營養，咁啊埋邊歡樂小子啊，咁啊再跟住第五位咧，仲有迎風進居埋邊藍眼罩王者拍檔，咁啊外資攞出去啦，有進將外邊白鼻姑紅心巨龍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仲係呢只獅就啊，咁啊埋邊歡樂小子，外邊一對上緊，有紅心巨龍鬥緊進將，入邊仲有王者拍檔，最後100米歡樂。小子佔先啊！外邊有紅心巨龍，中間進將入邊王者拍檔接近終點第一名，歡樂小子爆啊！第二名大外檔有呢只紅心巨龍啊！咁啊中間位置就進將第三啦，王者拍檔咧就跑第四啊！咁啊結果咧就呢場賽事呢只歡樂小子咧爭情換配備，除配備啊，結果爆冷啦！第二名外邊冚上嚟喎，紅心巨龍啊！第三啊進將，第四咧就王者拍檔。黎海榮，我又贏馬喎嚇！幫阿文家良打破滿局啊！歡樂小子今日除咗嗰個冇用嘅面箍，曾情上嚟跑完都守住一個好好嘅位嘅，咁啊直路好多後追嘅馬都追佢唔到啦。紅心巨龍初出都跑得唔錯，跑到第二，進將都準，第三、第四嘅就係王者拍檔。好慢啊！呢場文家良又係成個12月未贏過馬，結果就等於臨咗個位打，諗住贏翻場12月嘅馬。19倍啊！臨尾呢只馬獨贏啊！11號嘅歡樂小子。真係好慢啊！頭嗰兩段嘅步速，世紀慢步速，4秒75啊！第三段都唔快啊！小智讀完排192.5位置派44蚊，跑第二名係1號嘅紅心巨龍啊，位置派73蚊，跑第三名3號進將位置派13蚊，連贏位一搭11派1794.5，三紅彩11號、1號、3號派10322蚊，單支派932蚊，位置 Q 一搭11派427.5，三搭11派62.5，一搭三派104蚊，跑第四名係5號嘅王者拍檔，萬披醒沿途王者拍檔嗰個口都搶曬啊！你見到啞開咗，都唔好嘅，系咯，佢又冇選擇早啲發力啊！進將就咁啊，睇睇個組合獨贏3-1，勝出組合 A 三，其他冷門派38蚊。反而歡樂小子咧，今日個檔位唔好咧，其實佢早段就好積極咁樣咧，喺外邊埋咗嚟之後咧，等你啲快馬嚟去冚過頭啦，跟住嗰兩隻所謂嘅快馬，即係其中一隻有營養咁樣，佢都好厚咁樣，即係等咗一輪咁先至懟上去，咁啊令到其實歡樂小姐都因而有遮擋嘅。咁啊，預計賽果啦，騎師王一號嘅莫雷拉38分，又係你啦，鳳凰。呢句都有排講。啊，又係你啦，四連環派1698蚊。四重彩派107713蚊。我睇下黎海榮啲發揮都好聰明啊！其實真係佢早咗埋咗嚟先咯，呢個好重要。係啦，反而嗰啲所謂快嗰啲馬，佢真係又要頂一輪咁樣，跟住先至自己懟上去咁樣。你睇九檔啊，黎海榮騎噶呢只歡樂小子，咁喺佢隔離就有營養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勁飛
羊咧又好似騎嚟唔係好快啊，反而迎風進區喺佢前邊嘅。王者拍檔其實守個位都冇問題嘅，而家都好靚嘅內欄位，但係剩緊一萬咧，啲馬冚上嚟咧，佢就又後咗一踏噶啦。咁啊睇翻咧，大概內欄第四位仲有隻福禮咧，進將喺隔離咧，最出邊有營養嘅勁飛揚係上咗去噶啦。後邊淺藍衫黃星嗰只就係獅走啦，喺隔離就紅心巨龍啊，最後啲先係專興白帽嚟嘅。咁啊尾二嘅位置大漏閘嗰只威利飛越啊，咪包咗落尾，而家就係萬眾期待。都看不到只威利飛越點樣慢閘，粒地成分啊，推幾步先肯出啊！我哋睇到都唔知點樣出。一開閘直情自己咁樣企定定。咁啊，呢度開始慢啦，其實都唔係開始，一路都慢噶啦。29秒19、25秒56。所以見阿莫雷拉佢哋都即係聚得好辛苦啊，偉達啊，佢哋都係。偉達都寧願走咗出去先算啦，反而進將就冇。可能都碍于个磅位啦，因为呢只马都一路咁加啲分上去啊。其实落山呢段好似话即系有只狮就走出嚟咋，但系实际上都唔系快嘅，都24秒88嘅。咪海文一度都想移过出去噶，但系先包到实了。开边有两只马咁封住咁啊，唉，埋边就埋边啦，结果就俾佢立到呢个位啦。五心巨龙，冲一段。其实都好嘢嘅，红心巨龙，你孭住133磅慢步速，沿途外搭抢口，翻到去仲有个第二啊！反而王者拍档啊，因为有啲犹豫咧，我觉得攞位嗰条机会喺入边捐翻个第四啫。翻到嚟咁啊，爆赢你嗰只进将咯！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，位置 Q 一搭11派427.5，三搭11派62.5，一搭3派104蚊。因为沿途佢都喺进将之后嘅。嗰只红心巨龙组合道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三其他冷门派38蚊，四连环派1698蚊，四重彩派100,077,700。孖宝6场4/7场11中奖派769.5，6场4/7场1外围奖派287蚊。孖 T 派16863蚊。骑师王嘅最后赛果，一号嘅莫雷拉大热蜂王啊，38分，最高位有个16蚊嚟嘅今日。嗯，头两场输咗之后，个骑师王曾经一度有少少好分过咯。睇个分段时间啊，系好慢啊，29秒19、25秒56、24秒88都系慢步速啦，末段爆22秒91啦，总时间分42秒54，总时间系慢于表咗时间2秒14。